我是傅國雲，傅國俊。你嗰時二零幾多年嗰一跌啊？2003。幾多跌落嚟啊？睇女仔啊！啊！做工跌落嚟啦，點樣跌落嚟？係啊，整緊係跌落嚟啊！所以跌落嚟點樣啊？最後咪入醫院咯。後屘就腰骨斷咯。後屘做冷氣㗎啦，做冷氣㗎嘛，冷氣跌咗。心理啊，心理啊，梗係好似做咩好揾到我啊，做咩係我啊咁啊，無加面嗰只咁啊。我哋喺成立一個叫做屬於 OKU 嘅中心啦。嗯哼。所以你希望我點樣咧？希望我哋中心我做啲乜嘢？可以訓練你咯，好似你去點樣自己可以洗衫啊、煮飯啊，哦，可以點樣上去沖涼啊？哦，咁我哋又去揸車都得啊！哦，即係朋友朋友教啦，跟住你又睇到人哋點樣上摩托啊，或者係揸車咁，咁你愛咪學咯？你學邊樣咪去學啊？哦，佢哋做喺歷史內係咩嘢啦？佢哋都可以幫你揾工啊！哦，佢哋揾嗰啲咩工啊，適合你啊？你做咩工啊？咁啊？哦，人大多數有嗰啲咩都唔識嘅賣夜鋪啊！跟住又賣嗰啲大菜啊，啊嗰啲冇咩識啊，唔識字啊嗰啲啊，嗱好多都係我自己去揾又得啦，自己揾食都得，可以幫人哋掘嗰啲咩過嚟賣又得。我而家嘅咩都貴過人，係咯，哦，所以自己都可以揾少少。即係我係夫，我希望公眾人士可以支持呢個麗英啊，吉麗吉啊，麗英吉，麗英吉，有力出力啊，有錢出錢，支持下佢哋成立呢個幫助殘障人建立一個中心，改造中心啊，建立一個改造中心，得未？好辛苦，我唔。我没有方法。